谢宇智出道后，在大学生蓝莓中担任节目固定班底，在演艺圈打开知名度。之前他在悬疑台剧《华灯初上》中饰演刑警妹妹的角色，凭借出色演技让他获得不少观众的好评。演艺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的他，最近还传出已经有新恋情的好消息。他在 IG 现实动态开放网友提问，其中有一位网友问他现在是不是恋爱 ING， 对此他晒出男友背着他的照片，大方放闪承认新恋情，还表示现在感到很开心。而他 PO 的照片虽然有些模糊，但是仍可看见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超甜蜜啊。